全麦，他是一名近派跨过律师来的。特别飒。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输过。我很喜欢她的这次的表演。特别的有魅力。逻辑缜密。23、24年，再往回到一半是吧？运气。你作为我的当事人有两点，第一，你要对我100%的信任，不可以有任何隐瞒。第二，对我无条件服从。